我从机车那里就是骑进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发现说就算你们这边的话我也不太敢停，因为老实说那边也那个死角，假如说不熟路况的话，那就真的是不方便。你那个转角太致命了，我骑机车我都会怕，何况是开那个汽车，哦、对吧、啊？你说那个转角，对吧、啊？但我上次那台机车就是在那个转角爆掉了。嗯。真的、啊，我上次我那台电动车就是在那里爆掉的。哦，是哟、哦。你在录啊？对啊，就随便录啊。没有，很久没坐计程车，真的。才会回转。